一个哭一个哄啦，足好的你甘知？啊，足好的你甘知？你去找有人机啊，叫伊带你去找济公。嘿，啊，问题奈耽误我才来，即摆要嫁的人是你，啊，我哪有办法替你嫁啦？济公，嗯，伊的智慧过你，你若去救伊，一定想办法嫁你。无影啦！阿玲把我抱到遐尼高，啊，稍等下我若摔落来吼，脚掌变作死泥块变作，哎，我才外甥。你那有人机，不是带人的？有人机，伊为着要找这公避于还俗，早就已经偷偷离开阮家啊。阿灿，这下麻烦过来啊！玉玲若真是要骗我，那哩我是不是我还阁走好了？景宏，你喂。秀恩呢？秀恩是啥？哦，我无甲你讲啊。秀恩是这阵还未出嫁之前的相名。刘仁志，你遐拄仔好，咱做伙找这件事。拄只我去甲伊做伙，要毋过后来伊看到明月，就对伊后壁来啊。啊，咱今晚要倒找。我看我也是心善好啦。走！哦，你那么后边贵嘞，啊，边后边无疏通滴嘞，我真是有影无你害惨死。李秀文，你咪在遐创啥？你明早我来找你，你讲唔出来？啊对不？江奶奶，阮叔父的个性我想了解，一定请你。那还要靠啊？靠！迄就是因为你歹心想要害我才安尼。我跟你讲。你若搁在遐甲我讲一挂五四三的，等下我回来哦，我着惊好烦哦，好我给你收你。嗯，阿浩，你免惊啦，伊若敢给你收你哦，我给你做靠山，我再好啊，甲伊种一仔小。叔啊，我看你这届哦，真正是踏着铁棒，即马我有一张正大张的护身符。小奶奶，我跟你讲，拄只吼，拄只吼，啊恁两个不是讲有代志要找我？阿德，嘿，这气氛哦，看起来真歹呢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较暗恁两个哦，才走来山洞来找我，我办法先想好，等你，好。哎，阿浩啊，我要回来呢，啊，你搁菜刀遐创啥？我安怎？回来。无啦，我还袂甲小奶奶讲呢。李秀莲，你啥暗来讲啥？卖啥？无怪大家拢讲伊笑笑颠颠啊。另外，这件事已经待要帮想办法解决，你就莫阁烦恼啊。我先来等啊，我会找时间过来问你。希望代志会当顺利解决。何不定。所谓代志，咱福建正派好好要解决。水娘，你来找你家，这台感谢柳弟乖，甲因祖家柳明乖，因手报告通知我，我才会对后壁来。明月出卖我，我真不是。人拢是自私的，伊个顾爷爹阿娘，该讨我这个后生，哪有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小水娘。抢明月啦！
是安怎？奇怪，已经这么晚了，阿爹哪会笑我这么欢喜？刚刚甲我拄只梦中所看的情况有关的。哎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嘿，啥呀？来来来，来庆祝咱哦，拄着眼中多谢刘大人。若不是刘大人命人通知，我嘛无法度跟上明远后壁拄着刺客。应该嘛，为着要洗清阮刘家的清白，我来做，敢会用的啊？家父面前，我已经甲变过过啦，一切拢甲恁无关系。而且家父阁有交代我，一定爱邀请刘大人过府参详亲事。只是啥物啊？家父感觉真惋惜，未用得地查明刺客要行刺伊的原因。那是这件代志啊！当我明仔在过府拜访林尊、参详亲事的时阵，我会顺便哦禀报太守。李清风虽然是死啊，但过还阁有一女刺客伫个。阿爹，你讲啥？你讲清风已死啊？我你手是安怎啦？你无看我咧甲谁讲话吗？小印。你讲，清风是安怎死？罪犯戴清风，公然举报，已经被拍了断来死啊！清风死啊！清风死！这若要怪，就来怪阿虎，未咬假咬，啊有听到就甲当作无听到就好。你看，那一声吼对调调的。哇！行，干嘛来？干嘛来？你明知影你叔即摆是出家人，你搁摕狗肉给我吃？这是甲骗的啦。虽然外口大家拢在风声讲阮叔爱吃狗肉。我相信伊袂做这款违背戒律的代志啊！是讲，若予伊破戒嘛袂要紧啊！我拄好会用趁这个理由逼伊还俗。阿大叔，啊，你是欢喜还是着惊？阿福兄，咱借问一下哦，我应该爱欢喜还是应该爱着惊？那依我看吼，少奶奶不念经哦，搁在等你。哎呦！少奶奶，你搞他了？哪有？无？哎，你敢有看到什么人搞他？无啊，我刚刚看到你甲恁叔有讲有笑，然后你就爱一声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尊天大菩萨，拜托你莫搞害惊，莫搞害惊啦！人的心地那是正吼，佛祖吼才会较疼。我讲阿福啊，啊你捧迄鼎来是要囥了冷，唔着贪小去捧过来。哦。等下，我来就好了。胖嘞，不胖哦。高吧好点。还是高吧。
阿虎啊，啊你嘛较好心诶，这狗仔要带好清气才煮，啊带无清气安尼煮，啊你实在真害你。心若想啥吼，伊就会变啥。啊，心若是清吼，石头就会放金啦。啊，心若是无清啦，意无明啦。啊，去念经哦，念到死吼，嘛袂变心。对啦，你就是心未清，唔知想要食狗啦。行。不，你即嘛是要甲我推倒？带你来见你师父啊，叫伊马上甲你除名，互你还俗。啊！我实在有影正假口，甲伊乌困啊，甲一跳啦！啊，真正惨啊！我，莫对我假鬼假怪哦！我甲你讲，我今日若无互你还手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离开你半步，行。清风，我出大事啊！啊！清风出大事！明官，明官，明官，娘，清风死了，你死了！娘知影，好，唔通搁哭啊！吼。是讲你这个查某囡仔哦，咱遐尔熬暗坎秘密啊，心肝内吼有介意的人，想咱免较早甲阿娘讲一声咧。伊妈听一开始，都已经决定要逼我去好小英着嘛，我就是讲，不是白讲啊。查某囡仔，这嘛无得确啊。假使讲阿娘，若较早知影讲你心肝内有喜欢的人，你若爹咧问阿娘意见，阿娘会当好啊，甲伊参详啊。嘛免讲母甲今仔日这款地步。你即摆讲这拢已经想万啊啦！我袂用让清风咧白死，我去找啥人报仇。明官，你还是先创啥？明官，明官，你听阿娘讲，明官，你有想过无？你若这时走去找人，咱六家面子是要放在倒嘞？刚刚前后就应该没事。明官，你有真足想过无？你甲清风恁两个人抓头无名，抓尾无影，你这样是要以什么身份去替出面嘞？这一切也要怪，都怪你甲清风恁两人做开无切缘分。是安怎清风一个囡仔做代志会这么啊懵懂？娘，应该要安怎才好？就讲一句，你爱听阿娘的话。无论咱怎，一定要把清风放好袂记。我做袂到，你做袂到嘛，一定要做到到。你无咱怎，一定要把清风放好袂记。啊，若无，到时阵恁爸仔囝两个歹面相看，安尼是对你嘛无好处。太英啊，狄清风虽然是死啊。也毋过，还阁有一个女刺客伫个哦。咱两个为女刺客身上都调查内情啊。罗贵无念，是要了解其中的内情，毋是要出卖报复。你一定爱念我，伊安那无，罗夫一定追究责任。是，下官一定要遵照大人的交代去做。啊，姨娘，你去到我厨房。甲桌顶遐文件摕来。是。大兄啊，既然你有公事要办，安尼下官就先告辞，明仔载再来。
等，遐文案就是甲你有关，我只会要摕来互你看者。来，请坐。是。遐文案遮。哦，寄到刘代理。是。刘代理。刘代理，你凊彩抽一件看卖。是。这不是你公堂办案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我这只不过是希望你知影，不管外口有偌济人讲你的是非，我拢未去相信。多谢大人体谅下官，大人啊，库房真是拢无钱啊呢。下官为着要执行咱最近新加真侪政策，所以下官才有遐侪百姓甲我指责啊。我就是知影各地方拢欠苦用，造成恁真侪困扰，我才会安尼支持你，无向朝廷禀报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亲家，咱公事讲完啦，即卖应该换来讲咱小六两家李女的婚事的代志。是，一切拢好，大人安排就好。亲家，请坐。下官，我亲家，咱公事讲完，这么讲是事实，卖个下官代理，咱是亲家呢。亲家，请。好，一切都听亲家安排啊。想过悲伤啦，清风啊，会当早一日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唔免受到人世间的折磨，这应该你来替欢喜才对啊。叔，你是咧讲啥？你别讲话，卖讲话啦，像你安尼安慰人诶。啊，这清风啊，活到大来，生死也搁不知影。我看我这个回想啊，都要落来调查清楚才。拜托，这个大来这么深，你是要哪查？这你就唔捌啦。我有办法啦。轻轻松松笑嗨嗨，轻轻松松笑嗨嗨，哭一个哭一个好大，足好的你甘知，足好的你甘知。